听说你在给太昊进跳舞呢？惊叹号吗？我们现在啊正好在这筹备全国的街舞大赛，我想让你代替凯文呢，跟队员一块排练啊、走位啊。我要是表现得好的话，就可以转正。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？如果以后关于街舞……哦，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公众号，那个上面什么知识都有。 教练，我来惊叹号21天了，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。如果您觉得慢，我可以再踢踢足。别瞎练了，凯文要回队里边了，我不需要你了。丁教练，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。这次的全国大赛。 有可能是我这辈子能碰到的最大的一件事儿。我这一辈子就磕这么一件事，我必须得有个结果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跟街舞这事磕一辈子，但是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，能趟这么一回，我觉得挺得劲的，挺热烈的。炸，自个儿炸回去。 瘦瘦回来了，新作品，我的自塑像。